取以 Drupal 的快取核心为例，Jimmy 目前服务于 NetVision 网络移动，他同时也是台湾 Drupal 社群的主要推广者之一。我们在开发网站时，常会为加快网站的回应速度而使用快取机制，也许是 server 端或前端网页面开快取。而这么多种的快取使用情境，又如何处理快取建置与过期问题？接下来，Jimmy 将透过在 Drupal 上的开发经验，分享他使用快取的经验及心得。让我们掌声欢迎他。Hello，Hello，好，感谢大家吃完午餐还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哈。那今天其实本来想说 PHPCon 到底想要投稿什么题目，那一直都在讲，以前都在讲推广 Drupal 的一些相关的想法和Drupal 的一个算是社群。那可是 PHPCon 应该是大家都是工程师啊，也都是技术含量颇高。那后来想说应该来分享一下 Drupal 这个非常慢的一个，本身很多人会抱慢，会觉得说，Drupal 其实是还蛮有弹性的，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慢。那不过因为对 Drupal 比较了解之后，发现它其实做了蛮多机制来让这件事情，不会那么影响到它的软体本身的一个发展，然后它能够又兼具弹性，然后又其实它虽然某些地方慢，不过它可能用的方式是用快取去克服，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良好的 code。它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说来分享这个是因为因为爱，对啊，没有啦，推广 Drupal 已经很久了，所以其实一定要找个机会来那个植入 Drupal 一下这样子。好，那还有很蛮重要的是说，其实 Drupal 是一个很不像 CMS 的 CMS，就是它发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蛮多 framework 在做的事情，那也很多开发者在参与这个 Drupal 的部分。那很简单的举例一下，就是说，快取的部分，有快取还没快取，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把 Drupal 网站装完了，然后我在一个登录的画面，如果把快取全部关掉的话，搞不好打开一页要0.35秒，然后要它如果是把快取打开会降成二分之一。那当我们实际做一些真正的 project 的时候，没快取的时候，完全把快取清掉的时候，它可能要5秒钟，这是还蛮惊人的，这不大可能真的 production 嘛，不大可能真的在让人家让那个观众去看这个网页。不过结果把快取去处理好的话，然后也把快取打开，它可能就0.5到0.6秒之间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所有的原因都是其实它是一个我蛮早就去开始去使用的一个 Drupal 的一个系统。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有一个 Drupal 的一个社群，然后到后来把这个社群经营，蛮多人参与的。那本来说，网站是有一个站长来做经营维护嘛。那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实在是做工程师还是不太适合做社群推广，就把站长交接给别人。没想到，交接给别人之后呢，Drupal 就办了比较好的一个聚会。那像这是去年的 Drupal Camp，还蛮多人参加，然后甚至Drupal 的一个创始人也都来，都可以在远端连线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是今年的一个 Drupal Camp 的情形。那Drupal Camp 也蛮多开发者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嘛？可不可以为组织做一些事情？他们就在做一个 Hackathon，然后来帮大家改造网站。好，那这一切都是其实会Drupal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群，然后会想要让很多开发者进来。那我们实际上做过一些事情，也可以说，其实 Drupal 是可以做一些蛮好的网站。那当快取去处理好的话，好，那举例它 Drupal 它有很好的功能，它可以做一个多国语言的网站。那它也可以做其实一个是一个一对多的网站。那有一个主要的网站，但是有很多个版型。那 Drupal 也可以做一些社群的网站，可能是一个讨论区的，然后它可能可以做购物车。那这个很多模组，可能很多或是CMS 或是一些套件都可以做一些购物车，那 Drupal 也不例外。那它还可以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像有一个客户就说，这是我们想要做一个 Stack Overflow 的一个社群，
那 Drupal 可不可以做到？因为他们可能 survey 一下发觉，哎 ，Drupal 好像有相关的功能，就我们试了一下，然后实际上这个就是出来的成果，哎，可以做一些像 Stack Overflow 的问答的一个网站，好，那还可以做刚刚也有展示过，这个是哎，一个是一个新闻的网站，然后它可能还可以播放 video， 它 video 是也 Drupal 的这个模组有支援的。那还有企业内部入口啊，这个它可能做它内部的行事历啊，内部的公文的一个算是收集系统，然后可能做哎请假单，然后怎么去开一个请假单。那还有 crowdfunding， 好，结合 CVCRN 之后，我们做用了另外一个套件叫 CVCRN， 结合 CVCRN 之后，哎，如果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线上去募资的一个网站，然后哎有一个募资的倒数啊，然后甚至说它可以说我有一个目标金额要募集到多少钱，好，那还有一些像我们可能做过哎像那个农作履历系统，然后 CRN 的系统，好，还有国会监督啊，那个 mobile 的一个 backend， 那其实这些这么多类型的网站 Drupal 都可以做到，蛮除了速度还蛮重要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 Drupal 的影片，就是其实 Drupal 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状况，是因为有非常多开发者。哎呀，从台面，这是一个有人他把 Drupal 的一个发展啊，用那个他把那个 commit log 用一个软体，然后去说，哎，那我把这个软体 commit log 图形化会变成怎样？那我们发现，哎，在很早以前的 Drupal， 它可能是非常少的套件的，它可能只有几个版型啊，只有几个模组。然后到 Drupal 大发生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人名已经叠起来了。那他这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大概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那个蛮多 Drupal 模组出现，然后哎 ，Drupal 有很多不少功能加入，对，好，不好意思，这影片有点问题。那目前现在大家看到的 Drupal 其实蛮齐全的，像一般很多 framework 有的东西可能都有，可能像 database backend 啊，然后像那个test unit 啊或是什么 batch process 啊，这些可能 Drupal 它都会有内建。那原因就是说，其实有非常多的开发者参与这个 Drupal 的一个开发。好，那当然有人这么说，如果说有人说，哎 ，CMS 的话，如果是WordPress 是 designer 去选择的话，那 Drupal 可能就是开发者去选择。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来今天分享的原因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就是如果有用过 Drupal 的人，他可能有听过这个模组叫做Fuse。那 Fuse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SQL 产生器。那画面我不太细究，就是说，那我可以把那个假设我有 database 栏位，我就把它拉一拉选择，然后我可以把我的那个会要的条件，我也把它加选择。那我要这个页面要在哪里呈现，我给它做一个设定，那它可能就可以产生出一段 SQL， 然后甚至帮你组出来这个页面。好，那所以呢，这个 Drupal 这个模组就会让我们说，开发者变得越来越懒惰，像我就越来越懒惰。对啊，那它也可以做一个算是 database 的一个栏位规划。那举例而言，这个画面上啊，我们就看到，哎，它可以去管理栏位。然后我们发现，哎，我们可以把栏位越加越多，可以加标题啊，然后加标签，可能加内文或是加图片。那哎，它可以加各种类型的栏位。那最后就出来一个表单，所以这个表单的一个产生，对 Drupal 来说是还蛮容易的，我们叫做 content type。然后，哎，我就可以让使用者去发布文章。所以说，哎，其实刚刚举了蛮多案例，可能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基础去建设出来。我可以让可能按一按就可以让使用者可以有一个填写的表单，然后去给他做权限限制，然后可能按一按就可以把我要的页面把它组出来。好，听起来还蛮美好，只是还是太慢的，因为有些时候那个 SQL 产生出来的东西怪怪的，就是它产生出来的 SQL 啊，可能不一定是最佳化过的。或者说它的 database 的一个结构可能不一定是非常有效能的，那这部分就是我 Drupal 怎么解决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那实际上在一个现代的网站啊，如果说现在的网站应该大家可能都各位可能都知道说，哎，好像很多层我可能要从 browser 连进来，然后连到 proxy，
那 Prasi 可能这边做一些静态档案的 serve， 然后最后到那个可能 backend 这边去做一些处理，把 HTML 把它产生出来。那这边呢会跟在 backend 的时候，很多 performance 的问题都是在跟 database 持续要资料这样子。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全部都就是 Drupal， 就是在这一阶段他花了蛮多精神，他因为他是一个算是一个 web application 嘛，那他除了用他自己的撰写的一个 framework 之外，他其实也做了在 application 的层面做了蛮多的一个效能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好，那在 Drupal 的 cache 的一个想法，他分了几个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地方。第一个是说，在这个 application 它内袋就把所有算是静态的处理就把它处理好了 ，CSS 啊、JavaScript 或是图片动态图片的一个生成的一部分。那还有它可能还有一些模组可以去把整个网页变成静态网页。好，那 Drupal cache 的一个算是它的设计啊，它还有说把。它可以把不同的我想要不同的 cache， 比如说我想要把页面 cache 把它存在一个容器里面，那我可以把那个我的设定的 cache 存在另一个容器，所以它在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层次分出来。那这个也让说我如果我想要开发一个 Drupal 相关的模组套件，可能会更弹性一点，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 cache 的容器，我可以存在别台 server， 我可以存在档案里，但是我不影响到 Drupal 的运作，这个可能都可以达到。那还蛮重要，就是说如果他预设的 Drupal 都是把所有的 cache 全部塞进 DB 的，这个是还蛮奇怪的设计，不过后来才比较了解，因为 Drupal 他是为了说我在一个一般的一个 hosting service， 我随便在 GoDaddy 这边或是在 Dreamhost 这种非常低阶的一个的那个 hosting 这边就要能够处理了，那他们可能没有一些好的一些配置，那所以他就把所有的 cache 都塞到 database。那当然有些进阶应用的就会把cache 去塞到别的地方。那这个 Drupal 它也会预设就是有资源的一个设计。Okay， 那我就来带过说 Drupal 到底有哪些这些特征，然后最后会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实际在用 Drupal 做网站的时候，在 cache 这边去做一些处理。那除了在它的核心里面，它是做它针对快捷页面有把304这边做了一些算是最佳化，那这可能也可以参考看看哦。就是304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他造访这个网页，那其实这个网页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的话，那为什么我还要动到 PHP 再去生成一次呢？可能不需要嘛。那所以这个 browser 就可以。应该说 server 就可以回传304说，我觉得看起来这个是没有被动过的网页，所以我就直接给你回传304就好了，我连 PHP 都没动到，那浏览器就直接呈现说，这个是它存在浏览器里面的快取的一个网页。那 Drupal 呢，它会有一个界面说，我打开这个快取，好，所以它页面会整张就被存下来，然后它会说，那你多久要去把它清除掉？好，一小时可以把它清除掉。那实际上这个 Drupal 它在那个程式码里面呢，就是其实是送出的一个 header， 就是说好，当我把这些选项打开的时候，它送出了 cache control public， 然后这个 message 就是刚刚设的一个小时。那实际上它最低层的一个要达成304的话，它就要先设为这个 header。 那其他还有蛮重要，就是说待会辨识说到底这个它除了一个如果说浏览器要知道说它这张网页是被改过了，那这个 server 还要回传一些 header， 然后才能让这件事成真嘛。那浏览器这边在 cache 出它当初第一次造访的网页的时候啊，它就会有几个蛮重要的 header， 像etag 它就是一个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ID， 然后可能 last modified 可能是它就是说最后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然后还有你预计要什么去expire， 然后这都是那个 HTTP 常用的 header。 好，那Drupal 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基本上它用的是两个 etag 和 last modified， 不过这两件事情它基本上是一样的用途，它只是为了让那个任何的浏览器都支援，所以它同时用了这两个，但是它把 expire 设为永远都会 expire。 好，那这是 Drupal 的一个用法。那我们直接如果去看的话，他说这个 last modified 的部分啊，他就说那我现在的一个
date 是什么时候呢？它就是把这个快取产这个页面快取产生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 last modify， 这也合理嘛？就快取产生的时间就是上一次更新的时间。那它的 e tag 呢，就是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快取产生的时间去组合成的一个 tag。好，然后就 expire 比较好玩，哎，它都就把它设为一个开发者的生日啊，那就是永远都会被 expire， 因为它都超过今天嘛，这1978年。那这是初博他在处理他的那304的一个做法。那我相信应该也蛮多 application 也是会这样子去做处理。好，那除了304之外呢，蛮重要是 CSS 和 JS 的压缩。那在初博的内代里面，刚可能有看到的这个画面，哦，这个画面没有。OK， 这 CSS 压缩在初博他们是一个难题，因为每个 module 都可以有自己的 CSS， 我可以下载50个 module， 就我可能有些有用到 jQuery， 有些没用到 jQuery， 那我的 module 我现在做的页面，我可能要自己设定一些 CSS， 但是版型不需要这些。好，那所以他处理这么多 module， 就是其他第三那个 module 之间合作问题怎么办啊？那他就是把所有 CSS 和 JavaScript 的东西全部都 load 到一个 array 去，那等于是说在页面生成的时候呢，这些 CSS 和 JS 其实基本上存成一个静态阵列，然后那在全部要印出来的时候再依序排序，然后去把这些静态阵列去一一排出来。那如果说一一排出来之后，如果先我把这个设定打开的话，那它应该就可以把它压缩出来。那实际上啊，朱普的 CSS 是还蛮多的，假设预设的话，你装了一个不压缩装了一个干净的注破，它就有13个 CSS， 这个是还蛮匪夷所思。就是说，正常的网站设计，如果我自己写的话，绝对不会这样做吧。不过，因为它是一个模组，module based 的一个系统，所以他就把这件事说，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13个档案去把它压缩成4个档案这样子。那详细的情况啊，它是用了2个 function， 就是当我模组在开发的时候呢，我就用注破 HJS。或是 Drupal CSS 去做处理，就是把我这个模组我要加的 CSS 和 JavaScript 都把它加进去。那当打开，如果当我的网站那个管理者我把这个东西打开的话，那他就会去在页面生成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压缩起来，然后把它一个 cache 起来成一个静态的档案哦。那他下次造访的时候就不用再产生，因为它是一个 cache 起来一个档案。那实际上呢，在这个静态生成档案的 cache 上啊，它 print 出来的其实只有一个变数而已，就是因为刚刚把这些全部都整合起来了嘛，所以在 template 这边就相对很单纯，它其实只印一个变数就把所有的 CSS 和 JavaScript 去处理出来了。OK， 好，那静态档案还可以跟大家分享，Drupal 它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它在7开始把这个图片的部分啊做进了核心。我们看到说，这个界面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来对这个图片做一些动作。如果使用者上传一个图片呢，我可以对它做剪裁，然后或是给它做缩放，然后它会跟那我就弄了一个768的 banner， 它就会帮你剪裁成这样子。那举例而言，那我要做一个 gallery 好了，我使用者可能在他每篇文章都上传了一张图片。但是呢，我想要把这每篇文章的图片全部都做了一个清单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好，有办法，它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画面。那这些画面呢，这些图片是不是都是动态的呢？不是，因为它要把它做一个 cache 起来。好，那所以朱普在 cache 一个 image 的一个策略，他就是说，如果呢我的图片已经存在的话，已经在档案上存在的话，那我就直接把图片送出去了嘛？那如果呢？图片如果说图片还没存在的话，那我就根据我们刚刚的一个后台界面去把它产生出来，说它要多大的长宽啊，等等。好，那这些动作呢，其实跟server 会有些关系。在 Drupal 里面，它预设在说很多 hosting 环境都还是 Apache 做一个算是一个基本配备嘛 ，Apache。那所以在它的 HTSS 的一个档案呢、啊，它就会有这样的一段的 rewrite 的写法，
所以能够达到刚刚的一个 catch 的效果，其实 结果是一个 Apache 的 rewrite 吧，所以先看看这个档案存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的话，我就传到 Drupal 的 PHP 去做那个档案生那个图片剪裁生成的部分。那在 Nginx 其实也是 更单纯，它就是 try file， 就是说哎，我先看一下这个静态档案存不存在，那如果不存在我就去做档案的生成。好，所以这是 Drupal 在做图片的部分。那效能当然是非常显著，因为生成图片是一个非常需要CPU 的一个动作嘛。就我如果假设我把 cache 图片全部都那个 cache 全部关掉的话，它生成这一面刚刚可能是12格吧，它可能需要 1.5 秒。那 cache 之后，其实剩下就只剩 HTML 的一个生成了。那再讲一下，就是说在静态页面的快取啊，其实 Drupal 它又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页面生成了之后，我们把它全部塞进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把它直接丢出来，然后这样子可能是最快的。那但是 Drupal 这个动态的网站系统它可能就蛮麻烦的，因为我可能我使用者要登入之后，我可能要写一些文章，然后我可能送出就要把那个快取清除。好，那 Drupal 它用了一个方式来做这个那页面快取，有一些缺点啊。它预设是说我只要这个页面快取住，那它那个 expire 的一个时间呢、清除的时间就是只看说你设定的时间，所以如果假设我的 cron 是一小时跑，那我 expire 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小时去清掉。好，那这样子虽然有些坏处，不过如果我们搭配一些方式，可以让这个快取出来的 HTML 比较有效果的。那静态的 HTML 我们是用一个第三方模组，它的一个原理啊，其实也是跟刚刚一样，就是说刚刚的算是 CSS 跟刚刚的那个 image 一样，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在使用者浏览这个网页的时候呢，他就去 try file 看看说到底这个是不是存在的，这张页面静态 HTML 是不是页面是存在，如果是存在的话，那我就直接 deliver 这个静态 HTML 页面，那如果说不存在的话，那我可能就到 Drupal 去动态生成它。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说，那这件事呢只能用在说非登录的访客，因为非登录访客他可能不需要去做一些事情，他可能看到页面都是一样的。那这个 Drupal 有一个 module 去做这件事，那实际上、我们是蛮常用的，因为有些网站呢、它实际上它真正去做更新的频率还蛮少的，所以当产生一个页面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可能一天才一篇文章，可能个人部落格就非常适合用这个部分。Okay. 那 Drupal 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除了静态资源的层面，就是在算是在 Drupal 本身的一个 application 设计的层面，它每一个 request 可能都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否登录使用，就是假设静态那个刚刚的页面没有被快取的话，那可能就要做一些 boot 的一个动作。好，那它的设计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存取一个网页的话，有快取，刚刚有注册过吗？如果这个页面的快取已经存在的话，那我就把快取回传。那如果说快取不存在的话，我们就继续下面动作，开始把每个模组的一个 setting 把它 loading 出来，然后看说 session 是不是存在这些 user， 因为你可能是可登录的 user， 可能是还没登录 user， 我要先判断你是有这个 user 我才能垂传页面给你。那还蛮麻烦，就是要把翻译 loading 出来，因为页面上所有的字串都要被翻译，所以说他要把那个翻译 loading 出来，然后还要再把刚刚的那个页面的网址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有权限存取这个页面，不然我就传送一个错误的页面给他了。好，然后再把module 去 loading 出来，然后去做一些auto load， 就是让 include 这件事情做比较有效能优化，最后才是把页面产生。好，那所以说我们发现Drupal 它每一个 request 可能都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它在这件事情上做了蛮多层次的快取这样子。那刚刚有讲过那个 page cache 嘛，那他们的方式是说Drupal 在这边的方式是说，我在页面生成的时候，我都把字串全部都保留在记忆体，那就是 obligate clean。 如果在熟悉 PHP 大家就知道说obligate clean 就可以把所有的字串全部都存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当最后 deliver 配角的时候，我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倒出来。那这倒出来的瞬间，我就可以把页面的快取去顺便存到一个地方哈。那我想蛮多 application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不过这个当然就是刚非登录的使用者才可以。然后哎，它这个页面快取啊，它可以有一个好处，说它可以存在一些不同地方，像刚刚有聊过说它可以存成档案变成静态的 HTML， 但它也可以丢到 Varnish 去，它也可以丢到 main cache， 因为我的那个 cache bin 我的 cache 的后端的容器是可以去桥接的。那假设我看这一页，哎，有一个图片，它其实是一张静态的 HTML， 那我去来做一些算是不准确的 benchmarking 啊。那哎，如果完全没有快取的话，完全用 PHP 产生，它可能要400多 MS， 哎，从 database 拉快取，它可能只要53 MS， 然后哎，从 main cache 可能会更快一些，然后直接用 HTML 去做。静态的绝对是最快的，所以说，其实触摸有很多种方式去选择，就要看说我们的设计上是不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的效能这样子。Okay. 那在 bootstrapping 就是在启动的阶段啊，它还要把所有 setting loading 出来。那在触摸这边，它用了一个很方便的方法，让模组可以去把我的 config 去把它设定好。那其实就是两个方向，就是我要把这个阵列，或是我要把我的 config 变成一个阵列，或者变成一个字串，我就把它 setting 好，啊，就 variable set 就设好了。那如果要把我的 config loading 出来，就 variable get。那它实际上这个 variable set 和 get 是一个静态阵列这样子，所以说它在启动阶段全部都把变成在静态里面，所以它不会再 loading 第二次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它，它后端就是这样子，就把这些。变数譬如说网站名称啊网站的 email 啊，然后网站的首页是哪一页，好，这些全部都存成一个设定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很多，就是说假设如果我今天有开了50个 module 的话，我可能就有很快3000个设定档了嘛，设定的一个 record， 就 database record。 那如果说我每一次造访全部都去把 database 跑完，那就是要做可能500次 query。 好，那当然不会这样做，他就把这些 query 全部存成一个 database 的 cache。 好，那如果说在一个上线的网站啊，那不然它这是内代核心，它不用打开，它就是我这件事就是 support application 设计就是有把它做好。好，那要打开的话，它大概可以省3到50的 ms 的一个部分。好，这是它在 application 的设计。那在启动阶段呢，还会 做那个翻译的一个 cache。翻译也是很麻烦，因为Drupal 它也是很奇怪，就是把那个所有的字串全部都放进 database 里面。好，这当然有好处了。看看下面的画面，就是说，其实我装了Drupal， 我就立刻可以翻译这个线上的字串。我看到画面，我就只可以直接翻译的嘛，这是它的好处。那坏处就是说，那我就是要做这么多 query， 我才能把字串处理到。那这个一定要 cache。那 cache 方式其实就跟刚刚的variable cache 一样，它其实很单纯，就把这件字串存到静态阵列，或是我要把它存到 main cache， 可以更效能可以更提高，这样子都可以。那这是它Drupal设计的一个方式。好，那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好，当这些基本的 config loading 完之后，我要开始 loading module 之后，那它就有一些booting 的一个状况。那 Drupal 它刚刚有提到，它就是Module base 嘛，那我们刚看，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元素表，是 Drupal 的 module 非常多，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把很好玩，就把那个 Drupal 一臂装的那个 module 做成一张元素周期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臂装的 module 就有这么多，所以其实际上他每次在 work 的时候，就要跟这么多 module 去做一个结合，那是他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呐。你说它有好处，当然它有坏处，好。那譬如说当我要去搜寻这些 module 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要去找到底有哪些 module 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要 call 500次去找这些 module 这样子。然后那如果我不去做一个 cache 的话，他可能就要每次去做一个扫描动作。好，那他这件事当然是把 module 的这个状态去记录起来，就说我当开启或是结束一个 module 或是启动或是停用一个 module 的时候呢，那它就会把这个 module 的一个清单去做一个 refresh。 好，那这个的目的也是跟刚刚一样，就是说
这每次都要做的动作，那当然就要把 cache 住。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是，其实自己写开发，用 framework 开发或者自己开发，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要不断的 require 或者不断的 include 嘛。那Drupal设计它，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它自己就是把一样，它是把 class 把它塞进 database 里面。好，那把这些 class 塞进 database 里面呢，然后实际上它也是把它倒出来变成一个静态阵列，所以说，这 class 可能它是塞进一条条 record， 那我就把它 cache 住，然后我把它变成一个我每次存取的时候，我可能只要去 select 一个 record， 就可以把这个 auto load 需要，我应该某一个时候我应该要 loading 什么档案，就把它处理出来。OK， 这是它在 auto load 的处理。那实际上，刚刚那些可能都不算真正耗效能的，那真正耗效能是一个 hook 的一个机制。那 Drupal 花了很多时间让不同的模组它可以一起合作。那这个可能我用下面的例子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我一个模组叫做 profile， 好，它的 profile 它的名字叫做 profile， 那我们就会可以用它的hook form alter 去做一件事情。那 form alter 的字面上就是说我要改变一个 form， 那这 form 是什么 form 呢？这个表单它可能是它有它自己 ID， 那这表单生成呢，它可以是别的模组产生出来的表单，比如说那 profile 它其实是一个个资啊，个人资料的页面，那我要它这边改的是什么模组，就是在改使用者注册的时候它的表单，使用者注册的时候，那它的表单我可能觉得我的密码，可能栏位我只有一栏，那我需要让它再加上确认那一栏。所以其他模组完全不用跟动到另外的程式码，我就可以把表单去改变了。好，看起来很好，很弹性，然后而且模组还可以共同运作，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一个模组的扫描。那在 Drupal 现在是 Drupal 7，那在 Drupal 6的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它等于是，我每次在做模组的扫描，如果我装了100个模组，然后因为在扫描模组的时候，我就要去看说，到底是不是有这一个function存在，所以用了大量的function exist的一个非常贵的一个 code 这样子。好，那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件事去做一些改善，就是说第一次 loop， 第一次去找这些function exist 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结果把它 cache 起来，所以当以后呢再去找的时候呢，我就不用再去一遍一个个 loop 一遍了。所以它可能是没有 cache 的时候，我可能要做20000个 function exist， 这个还蛮夸张的。当 cache 之后只要做1000个，那是在 Drupal 的一个效能提升的一个部分。这个要讲深入还蛮难，不过今天 overview 之后，如果说各位对这个部分 Drupal 的一个写法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它这边的一个写法。Okay. 好，我讲很快，因为我知道我做的好像有点多。好，然后而且还有倒数的秒，好，这个真的很刺激。那 Drupal 在另外一个重点，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在 bootstrap 的部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 content 的部分，就是说使用者他写了一个文章，那他到底 Drupal 怎么去处理 cache 呢？ Drupal 是一个刚刚有提到说他栏位可以自己加嘛，那好像很弹性，实际上也还蛮弹性的，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好，这边看到右边呢，这是 phpMyAdmin 的一个 dep table， 那所以我开了一个栏位 tag， 那我就一个 table 的 table 去存这个资料。这个有一个问题，怎么会是 table 不是 field 呢？我开明明在这边这个表单开了一个栏位，那我存了一个文章，但是我却是把这个栏位的内容去写进一个 table 里。好，那这当然是为了那个邪恶的弹性这样子。为了邪恶的弹性呢，所以好，每一次要 loading 这个文章的时候，它就要有这么多的 table 去把它 join。如果我开了10个 field， 我就把这10个 field 的 table 去做 join， 这是还蛮匪夷所思啊。不过他们当初这个设计是有一些方式去把它做改善，不是改善，就是做其实实际上并不会这样做 select， 因为不会有这样 join， 因为把它快取住了，所以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 join 发生。那因为它除了做 join 之外，它还要把这些文字，如果说我有些 input format 的格式啊，我可以把它做一些文字上的 parsing。好，那实际上会看到说它的里面的一个物件啊，有 Drupal 里面刚刚这个文章的物件去存成这样子，那他们就把这个物件拿去存成一个 cache，
等于说我每次文章储存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物件就存起来了。所以真正在 loading 一个文章的时候，我是不用去把这些 table 去做 join 的。那实际上一个页面呢、啊，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好像只需要把这个物件 loading 一次。那实际上去看，哎，实际上它 load 了大概5到10次左右。那原因是因为它可能在这篇文章是不是有权限的时候，在权限侦测或是其他模组侦测的时候，都要把它 loading 一次。所以它这边在 loading 文章的时候有做一个优化，就是把它存成 static array。好，有好有坏，有坏当然是速度会提升，不过当错误的写法的时候，记忆体就会爆炸。好，这个是一个 static array。那刚刚说到了物件的 cache，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恶心的一个算是 serialized 的一个 array， 把它存在一个 database 或是你要存在 memory cache 里面都可以。所以在实际上我们在新增啊删除一篇文章的时候，它事实上都会做一个 cache 去重新清除的动作。Drupal 对 Phone 啊，它有自己的一个 API， 所以它在 Phone 生成的时候呢，它也去做了一些 cache。 那Phone 的 cache 其实Drupal Phone 有一些特色啦，就说它基本上还蛮安全的。那因为它有做一些防护，去做防 XSS 的 attack 这样子。那可以让模组去centralize 去中央控管。那原因是像刚刚有聊过说，哎，我如果我是一个使用者一个各自的一个画面，但是我要改的是另外一个模组的产生的表单怎么办？好，那因为它的 phone 的一个产生的 process 是 centralize， 所以这个件事就达得到。OK， 那也可以说，我可以为这个 phone 的表单增加新的元件。那下面的举例就是说，哎，我要新增加一个新的一个算是日历弹跳出来的元件，那这 Drupal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phone 的表单去做一些新增，然后可以用到别的模组去做得出来的东西。Okay， 好，那这个也是一个上面就是列出说，哎，很多 Drupal 内带的一个 phone 的一个算是格式，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那实际上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哎，这个叫做垂直的一个 tab， 好，垂直 tab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phone 的元件，所以它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Drupal 的 phone 是还蛮弹性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但是呢，中央控管就有很多问题，一样也是效能问题。好，我要去找很多 module 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哎，把这个 phone 的一个产生出来，然后说，哎，我还要去把所有的 element type 都 pass 过一遍，然后才可以把这个 form 的部分产生出来。那所以呢， Drupal 后来他还是做了一些 cache， 那这个 cache 可能不一定非常有效率，但是他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一些效率。他的 cache 的他的 ID 是说，我每一个画面产生的 form 我都有一个 ID， 那但是呢，这个 form 可能会被同一个人重复利用。好，那譬如说我有多个步骤的一个表单，所以我按上一步的时候，这个 form 就重复利用了嘛。或者最常见的说，哎，我这个送出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填的值有错误，所以这个 form 又要再重新产生一次。那这时候就不需要有一个 overhead， 直接从 cache 捞就好了。然后，哎，那或是有 error 的部分。所以说，Drupal在 form 的 cache 目前是做到这样子啊。不过研究了一下，发觉，哎，它本来的 cache 可能会更有效率，但是后来好像因为那个 XSS 的 attack 就把它做成不同的部分。好，我快讲完了，然后那个非常的赶进度哈。那实际上还有两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 Drupal 它在处理 navigation， 我们在网页上看到一个算是导览列的部分，所以看到左边的画面有一个 gallery， 但右边没有。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导览列或是 link 这件事很单纯，但其实实际上在 handle 的时候是还蛮麻烦的，因为他可能会有不同的 user 有不同的 permission， 或可能有可能管理者可能出来导览列会跟一般的人会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当然就会把这些东西把它 cache 住。所以他 cache 住有什么呢？哎，假设像刚刚这上面，这是管理者才出来的，所以他就会cache by 那个 permission 这样子。然后那可能这也是登录者才会出来的，这是非登录的人才会出来的。好，所以它在每一个导览列，是否可以新增自己的各式各样导览列？它在每个导览列都有做一些 cache。好，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正实做在 Drupal 上这么多层次的 cache， 其实刚刚讲很多都是不需要去真正去管它的，因为那只是去了解一个 Drupal 的原理。实际上，我们真正实做的时候，好，
我刚讲的就是这些啦，就是说，哎，那个翻译的 cache 啊，变数的 cache、image cache 等等，真的在使用 Drupal 是非常轻松的。不过，当然了解这些当然可能是更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用一个模组叫做我们叫做 panel。好，panel 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各页面上的各式各样的区块啊。我可以把它组合成我要的一个 layout 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 layout 是上面的 layout，而中间要有哪些区块，然后中间又栏，然后下面这样子。好，那实际上我们做的一个实作案子就是，刚刚那个 layout 就会产生出这样的画面。我们把哎上面的一个上面可能是要首页的一个影音，好，上面是首页的影音，然后中间是什么？那实际上啊，在 Drupal 它有一个模组叫做 Panels，它就把这些 layout 这件事情呢，我就可以把它设计出来我自己的 layout，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内容呢，可以一一加进去，把它加进去这些，我们叫做 block 区块，把它一一加进到这些 layout 里面去。好，这其实是还蛮开心的，然后做这个还蛮轻松的。不过呢，效能很大的问题，以刚刚这一页其实大概就是那个3秒钟吧。好，如果没有 cache 的话，是还蛮痛苦的。所以呢，在我们用 panel 有一个好处，因为它可以设计一些算是 cache，我们可以每一个 block 去设计，去设定它到底这个清除的一个时间，或是我需要它是什么样方式的一个 cache 的方式。那有时间的方式，然后可能有根据页面 URL 不同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这个刚刚那个 layout 可能是根据使用者，每个使用者都有自己的画面嘛，然后所以我要根据页面不同的时候，我就要把它 cache 住啊，或是我自己制定一些程式码等，去把它 cache 住。所以实作 Drupal 的一个 cache 可能会更像是操作软体啊，操作一个很难用的软体，然后要去学会怎么去处理它。然后哎，我会去动一些程式码，然后甚至呢，我还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工具。那包含说，如果说 cache 已经算是我自己想要去找一个 spider 自己去爬我自己的网站，为什么？因为我不要等让使用者变觉得慢，所以我当我 cache 清空的时候，我就立刻去爬，所以有一个 cache warmer 的出现。那或是说我有自己的那个 expire 的一个入耳，那就 expire 的模组可以去制定一些，当我要用什么动作的时候，我从出生的时候我就要把哪些 cache 全部都清空，然后这也是有一些模组去处理。那 cache engine 刚刚有聊过，说可以用 furnish 啊、memory cache 或 file-based cache，然后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辅助，像 CDN 可以把我静态的东西全部都丢到外部去，然后 AWS 的一些模组的合作。好，总算赶完了，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都私下讨论。谢谢各位。谢谢 Jimmy 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是休息时间，下一场议程将会在35分开始。